我是火星小娇，这一期呢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网红款的一款连衣裙。这个裙子呢是那种网纱的，然后是香槟色，它还有个酒红色的，然后我买的是这个香槟色。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好像是179块钱买的，然后具体价格到时候我给大家放在这个视频里面，大家看一下。它的袖子是这种网纱的，特别的香啊！这里都是褶皱的，褶皱的设计，然后这里是收腰的部分，下面呢它是这种的，比较长的一款裙子，里面还带个内衬啊。现在我把它试上身，给大家看看效果啊。另外它的这个做工呢，给大家看看啊，都是可以的啊，做工都是可以的啊，比较工整的一款。好，现在我试上身。已经试上身了，我要给大家看一下。它的袖子呢，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，但是好像稍微有一点小畸变，就是因为这个季节嘛，它有点干燥。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体的效果。我穿上身的话是挺好的，到我小腿了。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模特的时候上身的一个效果，然后背部。这个颜色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这个我觉得修身的话要修一点会好看一些啊。很多像试穿衣服的他们模特后面都是有夹的织的衣服，所以夹了呢它是效果也挺好的，但是我穿的话就是很随意，就是给大家看的真实的一个上身效果就可以了，该怎么样子就是怎么样子了啊。然后可以配着我之前这个小包包的一个白色小包，这样就是一个点缀的作用啊，特别的简单，然后有气质，有点高高挑的那种感觉，稍微大气。这个毛裙的话就是胸下呀都可以穿的，然后它属于长裙嘛，所以这个它可能就不怎么适合小个子的人啊。我的身高是1米66，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它作用都是可以的，版型也还行。它还有一个是那种酒红色的，我去年的话就分享过很多那种红色的，然后红色的话就是比较挑人肤色，然后皮肤比较暗的话就不适合穿那种红色啊，所以就是尽量选一个比较大众一点颜色，然后大家更多选择啊。每一款有什么颜色我都会跟大家说。好啦，这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喽。如果喜欢小娇视频的，记得关注，感谢大家的收看啊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